今天玉里观音里活动中心举办一场温馨的公益活动，来自全国的大同世界龙卷风公益团队结合玉里黑虎会进行需要帮助的家户物资发放，场面相当温馨。每位长者手上都大包小包，脸上笑容藏不住。这里是玉里镇观音里，由来自全国的大同世界龙卷风公益团队结合玉里黑虎会进行需要帮助的家户物资发放。他是比较亲寒的跟独居老人，好说这边啊，他怕探家，对，我们能帮的话，就大家尽一点的微薄的力量。谢谢，这次大同龙卷风的爱心，给我们那个民众，也谢谢我代表我们的李明。来自台中的公益团体表示，今年开始在副理益圣宫主委吴佩玲的引荐下，与玉里黑虎会理事长杨金明结识，共同办理了这场公益活动。也希望各地方的公益团体能多来我们玉里，多关心我们这些地方的弱势团体，看抛砖引玉的方式，然后请各方公益团体多来我们玉里协助，谢谢。大同世界龙卷风公益团队是来自台中的康秀凤来带领，结合高雄圆山师傅的大同世界联合慈善协会，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弱势关怀、慈善义演、物资发放。这次来到了玉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一起来关心需要帮助的人。记者高双双日正采访报道。